来说安妞，安妞。Hello， 大家好，我是四叶草 Joyce。今天这里有三桶水，我就是要来接受这个 ALS 挑战。其实我的挑战失败了，因为我没有在24个小时内完成，所以我会捐款，还有把这个 video 所赚到的资金也一起捐款。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 ALS 基尾说厕所硬化症的一种病。拍这个影片的目的是要 raise awareness， 大家也不要只顾着玩，如果可以的话就捐款。所以这里有不同大小的桶，因为我很怕冷，想玩从小到大。OK， 还有我要感谢陈吉米，还有大便哥 nominate 我的，还有很多很多很有心的网民，谢谢。我要点名的人有我的哥哥 Joey Rabbits， Yes put 10 packets of ice， 然后Facebook Red People Michio Dioreen 还有 Crystal， 还有Famous YouTuber Ginny Boy TV Ginny Boy， 还有 Ruben I challenge you。 开始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请多多捐款。拜拜。